第十八题 BC， 好，他是问有关于三界、三育六界何者错误 ？B 选项将原生生物界的物种打散放入植物，嘟嘟嘟嘟，好错。刚好反过来吧，我们的六界是不是有一个界叫原生生物界？它就是把动物、植物跟真菌部分拿过来变拼装界，拼装界还在六界说里面哦。所以刚好是 B 的颠倒，它不是把原生生物打回去，而是把动物、植物跟真菌一部分拉出来，独立成原生生物界。所以这边所讲的六界是包含原生生物界的，所以 B 刚好讲反了。好，再看 C 选项，古细菌和真细菌的亲缘关系跟真菌谁近？大家，我们之前好像说过哦，古细菌我称为古菌，事实上跟我们人类就是我们真核生物比较接近，真核。那真细菌在哪里呢？真细菌在这里，真细菌很早之前就跟我们分家了，所以真细菌跟我们的亲缘关系比较远，我们反而跟古细菌亲缘关系比较近，所以这里的 C 是对的。古细菌跟我们真核生物比较近。好，以上是第十八题。